本命年顺，一顺百顺，鸿运当头，势不可挡。本命年背，则到处是关口，满眼皆门槛。相信很多星宝粉丝们都听说过这些话。针对马上来到的本命年星宝，我配比设计了这条手链，用到的是以冰南红做基石，羊脂玉做顶石，黑玫瑰碧玺特别扶持，这样的一个家世格局来陪伴我们的即将到来的本命年的星宝，顺顺利利度过本命年。整条手链以红定基调，本命年带红是必不可少的。手链中取用的基石冰南红，肉质清澈，冰度非常好，在配比格局中做打底铺垫，打一个厚实的基础，铺一层红晕。此处冰南红为赤色橘调，为正统的祥色。色彩的感觉效应表明，人体脑电波对于赤色的反应是平稳和安全感。当自己的内心有安稳满足之后，它能给予更好的暗示，进一步平衡自己内在的正负能量情绪。做顶珠取用的是和田羊脂玉，状如凝脂。五行学术中，白色五行属金，取用金相，金从格，由变格而生，收敛锋芒，多做蓄势，为来年做足准备。这个是我将此作为顶石的意义。而非常稀有的黑玫瑰碧玺，晶体表面多色汇集，形成其特有的骨相。它本身拥有的强大又独特的气场，做规避、吸附和清理之用。规避对自己不好的东西，吸附并清理本身存在的负能量，从而让自己本身形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。这条手链已经上架，需要这个配比设计的星宝可以为自己或者为家人定制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关注我，教你正确的水晶搭配法则。